好，我是 Zero Girl 灵感女孩 Mini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她就是 Yamaha 全新推出的 RS Zero。话说出门在外嘛，有习应走遍天下，没习应寸步难行。要是说到 RS Zero 的外形设计，那可是大有学问哦。首先，我们看到 RS Zero。居然拥有型男型女都必备的迷人电眼呢，也就是通过欧洲 E-Mark 安全认证的 HS1 大灯，哇哦，又炫又亮，就跟我一样。还有这个 LED 定位灯，金钻折射 bling bling 的，除了增添时尚质感，夜间行车也更安全哦。 RS Zero 在外形上另一个吸睛的强项就是翘臀，它充满律动感的上扬车尾设计，搭配跑车尾翼造型后握把，质感精致的 LED 尾灯，还有几何造型双节式排气管护罩，你说是不是很想给它骑一骑呢？可乐就要喝 Zero， 身材曲线才够 fit， 机车也一样哦。RS Zero 还有一个设计重点，就是它紧实的小蛮腰，灵活流线的窄版车身设计，脚踏板两侧宽度也向内缩，让你从大路骑到小巷都能得心应手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当然喽，除了电眼、翘臀、小蛮腰 ，RS Zero 的光投影双色 LCD 液晶仪表，不论酷炫冷光。或是火红热情，统统随你高兴，行车资讯一目了然，真是让人眼睛一亮的设计新亮点哦。介绍完 RS Zero 这么诱人的外形特色，你是不是也迫不及待想要试试看了呢？Future Innovation, Yamaha.